齐家那边有个姓严的，怎么怎么这他家厂子里的人没有不认识我的。他家厂里的人没有不认识我的。哦。给我锁起来，行，我等我回去打点坑子，你让我拉拉，对吧？这种没有什么，他别说他是做海参吃的，他就是卖海参的。同行之间哈，千万不能形成说是产生怨家的感觉，敌对，你没这个必要。因为他给我做干的，然后做礼盒，我在这儿做成本高。